我天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第一天来你就要走啊？不是，奶奶家门口是一个旅游景点，今晚上开放，然后过去玩，说那边灯光节可好玩了。真的？特地吃这么早啊？都是玩的，对不对？妈，对。1到600，行不行？说来就来，没在怕的。妹妹也要写吗？最后一行了，成功。354355，小天，你就差一点啊。你挑战太难了，主要是小米米哭了。看你找的借口。走吧，走走。王爷爷开心吗？现在人都聚到你这来了，就开始放烟花。散场了，好多人回家了。